大家好，我是周岩。今天我们来到188号 Doris Avenue， 188吉祥号码。这地点挺凑合的，就在北约克市中心，走路到地铁站只需要2分钟。楼下吃喝玩乐管够，单元呢是朝东边来的，周边一栋大楼都没有，往东一看全都是豪宅绿地。咱们现在废话不多说，上去看看房子内部。709单元是一套两卧室加两个洗手间的单元，两个卧室及客厅都是朝东，完全没有遮挡，一打开窗户便是著名的北约克豪宅区。一到夏天，窗外风景如画，绿色如茵，听鸟叫蝉鸣，非常的享受。户型四方端正，采光充足。大楼设有健身房、游泳池，让你不用出大街便可以免费参加各式有氧及力量运动。虽然走路不用2分钟便可以直通多伦多市中心的央街地铁线，但是这个单位还是配备了一个专属车位，而且离电梯很近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觉得做得不错，请记得长按点赞三连。还想跟我看更多大多伦多房子的朋友们，记得关注我。我是周岩，咱们下期见。